加油！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捡一下骸骨，哎呦，他身上有骸骨，这波 K 上全要没他，没他真的是大赚。 还行吧，你选可以接受。哎，你杀漂亮！但这兵线不是我的线，有点亏。哎，不追了，也算上。能推进去吗？这个线？哎，别卡门口啊，大哥！哇，这个小兵，我的妈，要死！ 啊，这个兵线我受不了，我必须得踢。二杠二，还行。出招吧！ 这波给他推吧，这个线我打他一刀没意义，很容易死。那应该死，双杀，还行吧。 哎呦，没把这个克烈直接跳死，跳死在上马之前的话，就有点伤。上马之前要是把他跳死，这波就能赢。不想被他搞那个变身。我又回来了。还行吧，这波可以接受。这个兵线不是很好，但这波我们打野很肥，我们打野直接起飞了，两个人头。 大吗？哦，这是。哎，兄弟给盾啊，哥们儿！我去！哎呦，露露那个一技能一了对面，没给到盾，我靠，可惜了。 不过露露是补位的，对，没办法打不过。啊，这个一要是给到我们千绝盾，千绝不会死。我这波来了杀完了，我跟千绝直接杀完了，可惜。哎呀，这点可惜。给到盾他们炸了。
哇，我等级比较低。我能来，我能来，别担心，我能来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我去，我武器到七级了，我才21刀吗，兄弟？还没到6啊，这波不太合适。严阵以待，慢来吧。龙加先锋 ，OK。现在该我了。先来个影，大眼先出后半，这什么意思？这只能拆了。直接放大什么意思啊？我还以为他们家两个人一块来呢，所以我只能拆那个塔。我等俩钱出破败。还行，破败了，这把能打，慢慢来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哎呦，哈喽！把他们也算上，把真眼买上。中，这边，哇，太 nice， 好险！克烈没大了，没事。克烈应该要拆这个塔。严阵以待。我躺平，这么疼，我破败了，我破败现在把他随便打，拿龙，而且我还带了砍刀，这砍刀帮我打了500多血，打克烈一定要带砍刀，出带砍刀出破败伤害贼高，打克烈，所以你们会发现我刚才打他是贼痛。先走一个，看招！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也算上。哇，真的服了。
三英战吕布这样子搞我吗？啊，是他们两个，我真的我还是挺好打的，他们两个，我能打他们两个。差一点，嗯，啊，这不摇的用的有点多，来两个的话没有，来一个我还随便打的，漂亮，好在，来我这同时我们先下路 Deft 杀了啊 ，Deft， 把他们也算上。你以为我跟你一样，兄弟，拆塔拆死？我是拆塔，只给你卖个破绽，杀你还是要杀你。可以看到，我刚才砍倒打了500多力气，我现在打900多，就这一会儿我砍倒帮我多打了400多力气，砍倒。直接多打400多力气，光一个砍倒。看招！我这波被勾到了，还差点死了。哎，小心小心小心 ！AQ， nice， 卧后卧后卧后，哇，好帅气！哎呦，我还想着这波谁点的信号正在路上，我以为是 ADC 点的，我觉得是露露点的。我干了，我的我的 ，ADC 点的真能杀的，露那个维鲁斯没闪的。没闪没进化的，他没有双招 ADC 的话，他带着疾跑跟我一块上，没准是死了，这个是真死。上头了，我这波上当了，兄弟。我看点了个正在路上，而且确实能杀的，不能杀我是不会跳的，对不？他没有双招，对面这个阵容。我要买护甲鞋加死亡咒。对他上一波杀左翼的时候已经交了闪现了，是我过来打了他闪现，所以我很清楚他没经验。我这波确实要小心点。我上路我说的那这波我都不要了。不过打 ADC 节奏很重要，没 ADC 了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哦，不是。
回家买个护甲去，是吧？只有打紧凑一点，这塔还是不推的好。下路半天还没有人回来，感觉有可能在抓上路，也没有。先把护甲鞋做了。我直接买死亡之舞，买死亡之舞的话，我这把能扛得住。死亡之舞加青龙刀，是吧？他们塞拉斯不肥。走掉就还行。保一地，保一地。那行吧，如果杀两个还可以的。我们 AD 也打得很好， AD 很自信。Dev 他打得确实可以。上左链啊，走了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把他们也直接来吧，我们这确实给秒到。我们 AD 也很肥，被勾过去了吧，应该是被勾动了。打小龙，他们打大龙也很慢的。这波对面打的就活一个还行。
这个 ADC 啊，他出了个水银啊，戴夫可以啊，戴夫。马歇尔。